欢迎回来马里奥赛车巡回赛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看到这个荧幕就知道是一款手机的休闲游戏，最重要的就是这款游戏是不是有免费的午餐吃呢？答案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说到这里，大家都知道手游是这样的啦。说到付费、订阅或购买的过程，我就不多说啦，这是因为要看大家自己的概念才做自己的选择，要不要买这个午餐吃啦。当然这一款游戏还是可以免费玩下去的，只要要求不大，这一款游戏是值得玩的哟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出发看表演吧， Let's go。好，表演已经是结束了，这一款游戏值不值得玩就看大家自己的概念和做决定吧。最后就是语言上的选择，选择自己喜欢的语言就行了。那我们这里就结束这一集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